周伦，妈带你去找你爸睡啊！你爸那个卧室新屋，又大又宽敞。我儿子呢？哎呦，已经躺这儿了。哎呀，你这手脚比你妈还利索呢啊！哎呀，老喽，不中用喽。宝贝儿，有没有感觉到妈妈汹涌的母爱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感觉到了，感觉到了，不但很汹涌，还很疼。妈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没事，妈妈就是觉得你身上臭乎乎的，打算给你埋了，回炉重造一下。不打，不打，老妖婆，看招！去去去，一边玩去。嘿，你这孩子没打没招的、我跟你闹着玩呢，你是我妈，你还能打我不成？打的就是你，小犊子。锻炼身体，增强人民体质。来，老二，跟爸一起锻炼，锻炼。哎呀，不行了，爸，我不行了。不，老二，你行的。来，继续锻炼，锻炼。你这孩子，谁让你爬这么高的？快下来，快下来！你可是妈妈的小心肝、小表妹，你磕一下碰一下，妈妈会心疼死的。快下来，来，妈妈在底下拖着你啊，接着你呢。哎，胆子大一点啊，别害怕，妈妈在底下拖着你呢。来，撒手吧。